不忘啊，啊，没东西啊，啊，没东西啊。原子看见可疑物品上前排查，金发男孩想装傻，没想到下一秒，停！惊吓指出破表，嫌犯加速逃逸，连带拖行，上半身卡在副驾的锁掌被拖了5公尺。其他同仁眼看情况危急，立刻对空鸣枪，让金发男吓得乖乖就逮。可以，我给你吗？你靠！我给你吗？你就拿裤裆，你才得拿拖鞋。没有，是这样。你自己拿都要上瘾了。神情慌张，语无伦次，甚至还跺脚耍任性。刚刚稍微被拖行了，现在抓到了，抓到了。我是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淡水淡金路上，凌晨1点多，30岁徒刑犯嫌碰上警方拦查，心虚落跑，害得所长身上多处擦伤。所长赖崇义本身从警10年，各种危急状况都遇过，才能如此临危不乱。第一时间就是想办法让车停止，就是夺取钥匙，然后把排挡挡到皮。有那么紧张吗？警方在车上搜出毒品吸食器，将他移送侦办。这是范闲被逮后的反应。敢问说你有拖呢？我知嘛，我今天拍摄啦。实在让远景又气又好笑。记者郭先生何玉荣，新北市报道。